海长楼的丹丹汉堡屏东广东分店拉下铁门没营业，让不少上门的客人吓了一跳。可惜啊，五六岁就吃了，有10年了，小时候吃过，不知道昨天是最后一天，刚好就来吃。 大家都很惊讶，因为业者是无预警贴公告，至阴历到7月31号，有民众在脸书社群看到消息，直呼小时候的回忆没了，还有人怀疑会结束营业，可能和租金有关。不过店家留言澄清，和房东无关，请别乱猜测。谢谢大家的支持。丹丹汉堡有素食业，南霸天之称，是不少游客到南部必定朝圣的点。是肉羹，汤汁一咬，面线羹里有扎实肉块。 铺满蔬菜和厚实肉片的汉堡，哇！炸到金黄酥脆的鸡腿更是不少小朋友的最爱。好不好吃？好吃。柠檬猪排，柠檬猪排很好吃，你好不好吃？非常棒。屹立屏东市31年的美味，无预警熄灯。对许多在地人来说，或许这一味其他分店能吃到，但遗憾的是没能来得及说再见。 华视新闻周末和宋文娟、许文南，屏东报道。Hello，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